肯定可以，然后我肯定可以这个。嗯，这个如果是坐在那个游泳圈上的，嗯，可以的。除了，肯定是坐在游泳圈，因为你的屁股太小了。然后呢，那个游泳圈那个小圈都不够你。哦，我会咽下去。对，所以一定要有人抱着你才可以，要不然你会掉下去。那就出不来了。姐姐上次也是的，姐姐的屁股已经够大的了，还塞不进去。